Hello， 今天来一期便利店特辑，这个是新品珍珠牛乳卷，然后还有一个珍珠奶茶包，然后这个是一个珍珠的一个舒芙蕾，然后还会有一个泡芙，看这个小熊多可爱。车载面，这个好好吃啊，这底下是一层布丁，有点惊艳到了。
那我今天吃完了，拜拜。